你确定是他吗？来吧，任务开始。喝点水吧，姑娘。谢谢。啊，你是来这个楼上面试吗？路灯肆无忌惮，把我以为能戒掉，无人会意打扰。谁知越努力抗拒，你越是喧闹。街道上人来人往，我手心里的狂。快，还要做饭呢，等下回家。你不好想念你的时候，再多时光都徒劳。有谁能替代你？这姑娘，这西服是需要你争取的吗？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像囚禁人的监牢，我要关多久才能够释放？怎么样，娜娜？非常好，加油！走吧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我先介绍一下自己吧。我喜欢粉红色，我最大的爱好是看电影。我最大的缺点是，明明衣柜已经有很多衣服了，却天天喊着没有衣服穿。想象着我叫周晴，最喜欢玩游戏。最厉害的人物是唐姐。最大的缺点拿着是睡觉太多了。给的照片，我爱洗澡。熟悉的那一条街，只是没了你的画面。我们会不会？我穿37码的鞋，生日3月7号。我穿42码的鞋，生日是10月3号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？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，我坐着坐着聊聊，我就没有转过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。还谈恋爱吗？不了。怎么样，领证去。我们热了这么一圈才遇到，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。这么久了我就决定了，决定了你的手我不会放掉。